有一点点圆，我觉得很像杏仁的那种卷型。然后它其实是最舒适的这个的部分，然后其实是最舒适我们亚洲女生的脚型。为什么？因为亚洲女生的脚板啊，通常这边都偏宽，然后脚趾通常都会是一二三指差不多长。所以如果是穿这一种的圆顺的尖头，因为如果它整个是大圆形的话，它就没有那么的舒适，有点笨笨的，对，就会变笨笨的。然后但是我们这一个呢是有做就是尖圆效果，可是它不会过尖哦。对。然后它这个里面呢，因为我们会有这个足弓垫甲，我们在这一边呢，足弓的地方呢是有加厚的乳棉，所以这边会让你的即使它有6公分的高度，6.5公分的高度，但因为有这个足弓垫脚啊，它会让你的缓冲力得到释放，然后它的后跟这边也有做加强，然后它上面的部分呢，是做弹力皮革的，然后它的亮点呢是它背后，它做这个开叉 V 口，开叉 V 口的部分呢就是一个经典，有 V 口的这个修饰，然后你就等于很像背影杀手哎、欸，大家看一下这边我们有做内侧拉链，哦对，在穿的时候比较方便。它这边是如果你的大腿到时候进去有点困难的话，你这边是可以，对，这边是拆掉，然后再穿进去再扣起来会比较好。腿好长哦，然后男生就是最喜欢这叫什么绝对领域吗？对，这一段就是我们号称叫做绝对领域。然后你看看背面，背面就是它性感所在，背面的部分它有这个 V， 然后它的花苞就是开这个部分，感觉若隐若现。对，走动你敢往前走，对，走动的时候就是一个若隐若现。它这个基本上你去约会啊，8小时是没问题。